不管经济方面，人家接着要办2008的奥运，嗯，反过来国民党来到台湾，是，现在不但没有建设台湾，还一直在卖党产，嗯嗯嗯，钞票大把大把的花，嗯，后各位要知道哈、哦，嗯哼，党产有一天会卖完，嗯，钱有一天会用完，到那个时候。两种都用完的时候就卖台湾了，把台湾卖给共产党。好，卢先生，谢谢哈，杜先生哈。老实讲，我的感觉是台北银行、富邦银行这个代志啊，真严重啊。嗯。哦，我没有什么证据，我只是要常理情问大家。一个作为市长，我公家银行卖你，吼、哦，遐优待的这个条件，啊，你嘛知影讲，人要招待咱，咱未使去呢，对不？嗯。我台北市长，我不知道。不能去富邦招待所吗？哪边富邦刚公来，我们在富邦招待所，你不知道不能去吗？好，啊，你不是去一次呢？台湾公两遍，嗯，不然人插嘴公五遍。我想请问，难道这个事情他不知道吗？为什么要去五次，而且在富邦招待所？这代志安尼无严重吗？就是讲啊，无嘛无查，啊查嘛起来讲，可能嘛歹查的对了吼。来，台南的李先生，李先六，李先。李先生你好，哎、欸，李先生你好，哎、欸，嘿，请说，你好，我李先生，嘿，我跟你讲啦，恁拢讲讲遐济啦，经济拼袂好，一个拼啦，恁家拢是用杠杆的啦。谢谢，啊、谢谢，来，树林的陈先生，陈先生你好，陈先，啊，洪宇你好，哎、欸，陈先你好，哎、欸，这马英九啊，你讲伊的政绩有啦，嗯哼，啥物政绩呢？是，伊寄钱吼，伊的钱会涨。啊、嗯，啊，可能左囝咧开吼，是，啊，伊个厝拢未减，伊个钱拢未减，啊，佫细细住只，嗯，哎、欸，这伊个政治，啊，马卡透早用马卡咧走，互、嗯、看伊去卡腿，迄个毋是人个政治啦，嗯哼哼，啊，佫一点吼、哦，爱注意啦，是，马英九吼，伊拢做表明，我是三年级生啦，嗯哼哼。啊，外口吼进台北啦，有风评啥物，你知影无？讲、嗯、咱台湾呐、啊，大陆吼早晚哦，和大陆统一住着啦。嗯、有这个风声出来哦。是。啊，请大家较注意咧。安尼好。啊，伊刚才要讲讲别人贪污啦。嗯哼。啊，家己贪污吼，伊拢唔讲啦。嗯。啊，刚才谢谢主教啦。安尼好。那些唔是人。刚才你做表面吼，是，这只马卡啦，含笑的啦，嗯、都变成讲像像马马在笑啦，啊，这马人就真正在笑啦。好，郑先杜侠，来，澎湖的郑先生，郑先你好，郑先，哎，郑先你好，郑先，啊，嗨，洪宇，哎，你好，郑先，嘛吼，就这大话新闻向台湾亲来同胞，向大话新闻。哦，台湾新闻现在救车，嗯，足感谢。唔敢。今天呢，我看国民党用58年啦，嗯哼，卖去今年都58岁啊。是。哦，嗯，因为呢，这個、我正替社中电工中间这個台湾的俘虏啊，哈、哦。嗯哼哼。配合啦。是。我国小4年就看到中间偷一件吼，就是件瓦台啦。现在到初中比较都无发生三件，拢总四件啦。人相信人进来哦，可能58年后可能这骨头要滴嘛。是，这件代志啦吼。啊，即卖这马英九啦吼，两任嘅市长唔下用。嗯，啊，看有意味无吼？这一点。啊，即卖佫出现，这代表是马英九。啊，副总统是小万强。好、嗯，不足廉耻，凤仪啊，台语真是唔这样见笑。嗯嗯嗯，好、啊、对。是，这个马英九是唔这样见笑。嗯，小万长啊吼，咱左边讲啊吼。是。哦，是迄个，咱唔这样见可以讲吼，第二面啦。嗯。好。好。国民啊，知无？拍摄正确多些吼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来台北吴先生，吴先生，吴先生。啊、好不容易打进来，我长话短说，我想建议我们的新闻局直接买洋基队后面的看板，嗯、打击者后面的看板、嗯，对不对？这个会深入每一个美国的家庭，嗯、他们会知道台湾，我们就打 UN for Taiwan，、嗯、他们就会，对不对？这个会引起讨论。嗯哼哼哼，对，你每年花这些经费，那我们看看，我们去买广告字，中共会。啊，中国会抗议，还是美国政府会不准？嗯，那我们来试试看啊，这个应该值得
值得尝试。吴先生，这个很好，这个、很好。是。然后另外，我想，其实讨论这么多问题，会有这么离谱的是非价值，真的是因为转型正义没有实现，应该是这样做嘛？把过去这些人这么多的受害者，这么多年来这么多的受害者，那加害者我们把他对不对处理一下？好、把他的财产归还，好、他该负的罪把他处理好了，那我想就没有这么多问题啦。现在其实这一个集团是什么集团？就是过去的加害集团嘛。这些人，他当然要，他的立场当然也是要，我要做最后一集呀、啊。对不对？他也很怕这个。那我们干脆就画一条线，这个该付的代价。对，这个宁静革命十多年，这个。成效非常的差，这样吼。好，吴、先生，谢谢。来，南投的李小姐，李小姐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嘿。我跟你讲吼，好伟。嗨。一党预算啊，人事金够吼。嘿。迄袂使在你政治啦。专袂使等于全世界拢有看到伊伫电视安安怎讲，安怎迄个呢？啊，你讲倒扁啊霸扁是拢政治对无？我跟你讲，过几工还佫有政治出来。嘿。伊来去掠两尾仔鱼啊吼，啊来去草屯，来阮草屯遮吼，布钓啊，啊布钓啊，安尼嘛是种子了。我甲你讲，叫伊讲来阮南投草屯这边遮吼，莫讲布钓啊，阮这财富的所在吼，是，阮拢透日头中咧挽茶，来到阮挽茶坊看卖咧，有栽椒啦，莫讲吼一工啦，两点钟互伊试看卖咧，遐熬。我实在看到吼，真正要退回啦。安尼吼。系啊。是，好，这个啊、李小姐哈，多谢你哈。等一下我们再来看。你啊、马先生啊，伊讲国民党啊，他主席任内例行选举不买票，这是伊的政绩。清廉干净，因此有政治新风气。好，咱等下就别来看，是不是安尼？好，来，我们先休息，进广告。